但是完全免费有一个前提要先跟大家说，我们要尊重版权，所以我们不要去乱找一些免费的影片啊、照片啊，或者是音乐。但是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要尊重著作权。我们不许免费拍，免费的制作有一个前提，需要大家配合，就是我们不许用。希望大家可以配合，就是尊重著作权。我们不使用乱找的免费素材，我们也不使用盗版啊，甚至是自己乱来。但免费制作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希望大家。
斗三。诺三。那免费制作有三项东西，我需要大家配合。第一个就是有安全的拍摄环境，第二个有效率的双方沟通，第三个给我自由的创作空间。那免费拍摄，我希望有三个东西你们可以提供。那免费拍摄，我希望有三项东西可以提供或者协助的。那免费拍摄，我希望有三项东西是大家可以配合的。那免费拍摄。免费拍摄，我希望有三项东西是大家可以配合的。那免费拍摄呢？我希望有三项东西是大家可以配合的，那就是第一，那免费拍摄。免费拍摄有三项东西需要大家配合。第一，需要。那免费拍摄呢？我有三项。那免费拍摄有三项东西需要大家配合。那免费拍摄有三项东西需要大家配合。第一件就是可以有安全的拍摄环境。那免费拍摄呢，有三项东西需要大家配合。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拍摄环境，第二个有效率的双方沟通，第三个就是给我自由的创作空间。就这样。快的，快的，最后的压轴。拜拜拜。好啦，讲这么多，免费拍摄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好，讲这么多，我们免费拍摄，如果你，那讲这么多，当然你就给大家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啊，那当然，那当然免费，好，讲这么多，免费拍摄。讲了这么多，
好，讲这么多，如果有需要拍摄的话，下面你 Google 表单去给他填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来进行一个讨论。好，讲这么多，如果有需要拍，讲了这么多，如果你有需要拍摄的话 ，Google 表单下面填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心的进行讨论。那如果你没有需要拍摄的话，你就当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因为这个是限时的活动。如果你的讲这么多，如果你有需要影片，讲了这么多，如果你需要，免费拍摄的话，Google 表单下面给他填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开心进行讨论。那如果你可能没有需要这 ，Jesus Christ， 讲这么多，如果你有需，讲了这么多，如果你有需要。